你们以为日本人会让你们活着出去？啊！实话告诉我，我已经派员去了几家大户，把最好的棺材都抬来了。大哥，咱们跟鬼子拼了吧！报告，大掌柜的，鬼子山炮把围墙给轰塌了，弟兄们顶不住了。 都完了。 共产党咋了？啊，不是中国人呐！这是他妈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说！来，跟我上！走！由于共产党抗联部队的及时赶到，解救了许金贵和他的百十号弟兄。 从此以后，许金贵成了大日本皇军的心头之患，同时，他的这支抗日武装也成了共产党争取和团结的对象。
死难的弟兄们，我许金贵今天先送你们上路了。小日本占领东三省，咱死了多少好弟兄，谁说得清啊？他们跟咱们一样，都是娘生父母养的，都是咱们同根同种的中国人呢。想起他们，我这当大掌柜的，我心里边就不是个滋味。掌柜的，兄弟们没有孬种，往后咋办都听您的。对听大掌柜的，听大掌柜的，听大掌柜的，听大掌柜的。大掌柜的，你给句话吧。就是啊，给句话吧，给句话吧。大掌柜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把狗日的小日本赶出去，我们不光愧对祖宗，愧对老掌柜的，我们也没法过安稳的日子。那些死去的弟兄们都在地下瞪着眼睛看着我们呢，我们得把这血给小日本一滴一滴的讨回来。对，给小日本的讨回来。对，讨回来，打他个狗娘养的，这狗娘养的讨伐队鬼子已经派了两批说客劝我下山投降。弟兄们，你们说怎么办？拿鬼子人头祭刀。